有了，然后这个再把那布袋子搂着，抖到这个这上面，就在天坎子边上。然后他儿先搂够了，他儿都去搞个这滚头起，快起。一望无际篱笆，应该看你是，真的，我在这儿老想儿听我干活还做饭。哎呀，有时候也掉嘴了，有时候气人的时候也气人的很。挺，你连线啊？哦，我给你连一下。还是信号比重庆好多了。重庆太热了，重庆现在有40度，太热了。小陶。啊。小陶。啊。这晒黑了，你这人没得耽误点钱憋了我们。啊，你晒憋了。我说你这晒黑，我说你这晒黑了啊！都黑点才能配得上秀才耶。哎呀，感觉黑才健康，更健康。对。这刚好这年头了，回家去给你八老师了呗，你七老师。喂。啊？谁呀？这刚好下一阵雨，这也多好八百，我跟你说。啊，都昨晚上下一阵雨，好吧。嗯。我现在在高铁站，车在安吉。嗯，回家肯定到过把端午节走去了。回家屋里俺老师爷爷倒也黄了，老师。哎呀，现在这是正起落日的时候啊！现在起落日人多的很。都是他妈的，俺家多，不行，那少也好着是几个天。俺们那边是的黄泥巴，那刚下雨才好弄。要不下雨，那娃子你看累死你。哦，那咋选那儿的新罗市呢？俺们这是，我这个是黄泥，是那个沙地啊。沙地好干活，但是俺们黄泥巴地它脏东西，脏家伙。俺们投资是那儿的。他可能今儿晚上就到了，是的不？还是他晚上就到哎？啊？俺老表呢？现在都10点了，现在干活走一圈，一点太阳没点，那风凉又风还吹的事儿。那新的西瓜估计早都没点了，早都拔圆了。还西瓜了，现在西瓜多贵呗，现在西瓜1-2块钱一拿。啊，那新的还有呗，估计早都没点了。早没点了，下青鸟了。那屋里现在有啥菜？我看那坑菜怪多哎。你怎么还能戳豆娃？那有点儿，那边上的那个根儿被小孩拔没了，好像。拔土上呗，拔土老了呗，今天都是接的后呗。不知道。我怎么天麻雀的有的没老，那有的都冒芽子了咋？老板，你这妈耶，这一窝被小孩拔的，那被子也不知道小孩拔的还是那狗欢子来刨的。哎呀，你这像这东西来刨的啊。那等一刨，赶紧起他，不起他等一下了。赶小孩了，赶紧老大刚他跑来拔的。感谢司马送的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是接的，怪坏边上。就接这条味儿的。啊，也造也可以啊。接吧，老李子，你接，我来骑。你这刚好趁还没开学，你赶紧骑接他们，帮接落去。啊，后面几天要下雨。你先弄回家，让带屋里接哈。俺家每年不都是俺们那骑落是，当天把马上都连活藤捆回家，在屋里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不才还得骑吗？骑了的。俺年年不也这么上去在那个的。啊。俺老表呢？你的病人有蚂蚁，怎么到你过来在骑骆驼了？老表是，腰疼，还毛痒，不舒服。腰疼呢？是你腰疼，是俺老表腰疼呐。你老表腰疼吗？摸着他累很了哈，你这我都不想学。忍得住吧，浩浩。那是累很哦。
你试一口来。这口羊肉串，咱小孩扒的。这我还造。好吧，散了，那你起多少事来散了，好吧？我马上开了了，好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再学，好吧？好，我先挂了。你看这些，这鸭子接这些个。鸭子还有接十多个了。哎呀，这还算少的呢。天天是给他爸两个抬狗，他爸叫他用袋子兜，他不兜，他用铁给他拉石头，他爸得学他。妈，现在不听老人言，将来要是吃社会了咋办？他替他爸学。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吃亏我马上到社会上面，我吃不完的亏。吃不完的兜亏。吃不完的兜亏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干啥了？干啥？那我叫你吃菜了。那我不弄了。不弄了，上不得老鸭没吃。好。不吃。好，你不吃。尿奶多的，我喂狗我也不得进去吃。秀才加班较多，累的。姑爸一会儿给你扒。姑爸来呗哈，今天花儿不早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浇点水。昨晚下雨了，你咋办？下雨了。我给你们看看秀才在弄啥子的，看我，这是小秀才来，小秀才给那哈弄个滚斗车，给那哈捡石头。俺们上面来，在上头来又开荒一块大地出来了，这一块地可能有快有一亩了，这一块地。来，王子，黄水大呗。哦，俺们这黄大呗。来，秀才给那哈来了，秀才给那哈捡石头。石头捡罢了，叫他儿弄，叫人用袋子兜。你把那袋子给掉地下躺着吸口水来了，袋子。人家他不听，你非弄这去。本来这个路都不平，咱这块地都不平，叫你弄袋子兜，你都用袋子兜，你老不听。看我的手，看我的手，刚刚是给地里头。把的那个什么九月寒还是七月寒啊？那玩意儿，然后手染紫色了。拔到一种植物，它结紫紫了，然后呢，就搞成这样子了，手上染紫色了。啊？把筐给我一个。那也可以啊。不能移，妈就我筐变形了，那捡半筐子都不得了。装轮里不能给你装那个。人多好干活，直播间人都去帮大家干活，从这去报名开始。可以，上午来的，上午来给我拔落儿的，趁早来。我跟你说，老鸭汤炖好了，老鸭汤对海带。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左眼评论不要断。杨仙那秦门吃老鸭汤，秀才秦门吃啥煮饭？老李子，你真会学，老李子。听到吗？俺家女儿会学吧？你们告诉俺家是毛李子会学呗。腊肉棍儿，标好什么时候杀猪？对，花生肯定管饱。八月十五之前，八月初十。小明，你会学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那二毛李子会学，画的很。二毛李子口才可以啊，跟他爸小的时候，他爸带着他带的比较多。走哪哈就带哪哈。我送你，我大爸送你没，哎不对，社团都是口才。哦，对。不过今天口才老师还怪好的，我想给你上。赶紧来，我海带还没对锅头去嘞。有多少人要来的吧？我现在去把海带对到锅头去。累了，你爸叫什么呢？随便给地下一捡，捡一把嘞。杀猪饭这个时候还没有比秀才强，谁比秀才强哎？连这连根儿都不一块切了，这
非得用锄头。妈妈，这随便一截，一截子。耶，这蓝草草越草越多了耶，这咋搞呀？这没得转的。